大家好，我这盆天竺葵从去年十二月份一起开花到现在大半年了，开完一波花接着又开第二波，一直以来我都是用真根藏花型的营养液每隔20天给它浇灌，现在呢这些花朵马上要开败了，旁边这里又开始萌发新的花芽。其实要想天竺葵开花爆满盆非常简单，第一步就是修剪，移栽的时候呢是小小的一颗，我们一定要给它进行打顶，打完顶之后呢它可以萌发更多的分枝，分枝越多开花就越多。我这两盆呢也是扦插2个月左右，现在呢也长得非常旺盛了，所以呢花友们一定要记住，扦插之后生长了移栽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剪一刀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长更多的分枝。好了，再见。